有画面吗？天哪，受不了了，真是受不了了。Hello，有画面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才开吗？因为我的死魂曲第四张卡关了。我现在魔龙宝冠，我先搁一边。我必须把死魂曲第四张过了之后，再玩魔龙宝冠。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卡在后面有一个房子，他叫我去找美耶谷一起逃出去，但是我找不到他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说，我要从 Episode 4开始玩。我们从预告就不要看了，这是上一章的预告。然后 Episode 4就是从这个日本人拿猎枪要开始救山姆开始。西贺神武就是那个日本人啊，波罗树吉洛。Escape 逃到比良境，从比良境那个方向逃出，然后带着山姆一起走。受不了了，我要看教学吗？不用，这边我过过了。而且这个视线有的时候是蛮怎么样，蛮挡眼睛的。我想要看，我现在就是要救山姆，有没有？画面中下面那个就是山姆，我要尽可能的把四人解决掉，然后带着他出去。这一关我真的卡关了，卡在后面那个房子，有很恶心的天鹅人，我很讨厌这种天鹅人啊，超恶心的。大叔身上长着翅膀飘来飘去，而且散弹枪打这种远距离的目标有点太蠢了吧？打不死，死了。换个子弹继续下去。这关的目的就是要找山姆，跟山姆一起逃出这个地方啊！我天上，我旁边有天鹅人在飞来飞去。天鹅人会拿枪跟武器不一定，好恶心，恶心的脸。要换成斧头或者是铁锹吗？当然不要啊！哪有笨蛋会拿猎枪换那些烂东西？他妈的，山姆在哪里呀？找到了，他还吓了一跳。山姆说我要相信这家伙吗？你不相信我，你也没办法。我有枪，你没有，你逃不出去的。先离开这里，先进房子再说，因为这个关卡会有天鹅人在头上飞来飞去。天鹅人，开枪啊，老大！喂。别动啊！喂，直接逃出，快冲！前面有一只拿枪的狮人，死了，算喽，过了，终了条件达成。这是因为我刚刚有玩过这一部分，所以比较顺畅啊。基本上我第一次玩这关的时候，我是在那边晃了很念大一の圈。ために確認しないとな。人間だと思って助けたら怪物だったなんて。他说他要确定一下山姆到底是怪物还是人类。我看起来像怪物吗？你疯了。Again, my apologies. 然后他跟他道歉，对不起。But this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. After all, 如果不确认一下对方是怪物还是人的话，这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。I believe this.
山姆还是跟他走了。接下来就是我卡关的这一关，该死，我受不了了。回到 Howard 这边，外面有怪物。接下来我要带着 Miyako 一起逃出这里，但是我卡在最后 Miyako 找不到他，我找不到他，开不开？这里是前门，没错，找到地方进入房子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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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一开始就扑到我身上好不好？我手上是拿着好像高尔夫球杆。鞭尸，换成镰刀，池子里面都是血，是因为下着血雨的关系了。爬进房子里面，不要，我记得有另外一条路了，有个好像遮雨板的地方在这边可以。妈的，这种拿锤子的。被打不会退后啊，很难处理啊。但是我可以拿他的锤子，找到房子进入。哦，不对，人物都怪怪的，人物都怪怪的，没错啊，这是恐怖游戏，怎么可能会正常？标准妹妹头，然后稍微，我先把能够找的地方都找一找，能捡的都捡一捡。找到柜子钥匙，走开呀、啊，大姐！人物有一个很让我讨厌的习性，就是你看，又挡在门那边了，经常会挡住我。东西可以开，我刚刚就是卡在拿到这个柜子，有没有？找不到可以开的地方。开不开？记得这边有个挡雨板的，还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去啊？开不了。可以爬，我不想用爬的进去了，爬进去有点危险。好，这里可以开，你可以选择钻地底进去房子，或者是把挡雨板拿掉，从这边进去房子。安，我没有把聊天室放在游戏画面上啊，所以我看得到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是画面上并没有聊天室。爬上屋顶，前往二楼的楼层。哎，我已经开门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直接上二楼，直接冲上二楼啊！最好不要理他。美野谷被怪物攻击中，我还要去救他。鞭尸，赶快上来吧，我求你了。这个是坏掉的分针还是时针的？可以拿来修时钟用的。我刚刚就是经过一楼的时候，有一个时钟需要修，那个是事件必须啊。这边好像有个钥匙，有。それ何？我不知道。这边没有东西可以开了，有个吉他可以拿，但是我手上这个锤子威力比较强。开不开？这边要找到一把钥匙，卧室的钥匙。我记得卧室钥匙是在下面的
一间拿着枪的私人的房间中。我先稍微晃一下这边，前面有一只，没水了，妈的，死了，直接被我敲死。Cardwire 这边有一个线要剪掉，好像是哪一间门我忘记了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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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有个工具可以剪，有了 ，Wire Cutter， 剪线用的。这个剪开来对故事好像没什么帮助了。我剪了，结果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啊，只不过出现一个很诡异的娃娃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该死！而且这个看起来很明显就是这个柜子，但是我的钥匙却不能打开。什么声音啊？这边完全没有东西。捡起热水壶，拿热水壶，我觉得空气一定很低。里面有一只，完全过不去。这边有个时钟，要把坏掉的分针装上去，有没有？然后接下来躲起来之后，让事件进行。私人是打不死的，我只能杀死他，然后等一下他就会复活，就是说杀死他争取一点时间这样子。什么声音啊？这边是剧情需要，我把时钟的针放上去，并且修好时钟让他跑之后会敲钟，但是敲钟之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线索。找到卧室房间，没错。找到卧室的钥匙，我知道钥匙在哪里。等一下，接下来要解决一只有枪的。靠！要别死，别死。敲他！敲他！死了。这只手上有枪，但是怎么讲？这关拿到的枪好像是有子弹限制。钥匙我找到了，卧室钥匙。保利不，那个保龄球奖杯，然后烟灰缸。不要不要拿枪，拿枪在这边我有拿过，反而不方便。我现在可以去开那扇门，但是开了那扇门之后我就卡住了。这里，这边应该有个柜子可以开啊！他妈的，我就是找不到，是怎么回事 ？Open， 开这种柜子什么意思也没有，因为里面完全没有东西。接下来要从窗户出去，我知道。记录了，沿着屋顶走过去，然后逃出，从前门逃出。有打棉被的那个拍子。该死！我讨厌这一关，我非常讨厌这一关。等一下就要。等一下就要开始卡关了，这边也有路可以走。哎，这条路我没有走过。我出来屋顶之后有分左边跟右边，我走右边的话会摔下屋顶，我走左边是这个，是这条路，好像这边不会摔吗？
你跳过去吗？前面啊，前面你们有看到前面那个屋顶有没有会塌下去？就是说我从屋窗户那边出来的时候，有两条路可以选，我必须选左边才是正确的。这边应该可以跳过去喽，拜托你跳过去，我求你了。耶！接下来往哪边走？看一下地图。往我的右手边。哦，有了，有路了。逃出比良镜，不对，逃出一哥这个行为，跟米亚口一起逃出去。难不成我过关了吗？我一开台就顺利过关了吗？开台有智慧加成就对了。这边要直接下去吗？哦，没错，冲出去。米亚口，米亚口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！啊！一开台就过关了，开台就过关了，对不对啊？该死的！第四章过了吗？哎，还要继续从贝拉的老妈这边开始玩，托观众的福啦，没错啦，托观众的福啦。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检查屋顶的道路了。有人在那边吗？这里是什么？有哦，医院。可是医院的话，小女孩贝拉已经逃出来了，整条河都是红色的血色。三小，三小，哎，结束了。他前期要去找山姆，然后要找贝拉。他我说一起加油吧。然后那个阿玛娜那个到底是哪里来的教徒？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你到底在奢求些什么？”耶、yeah, ，我过关了，开台就过关了，托观众的福，该死的。耶、yeah ，那我把第四章在这边先关台做一个段落，有没有？之后再开魔龙宝冠，就是说我要关台再开一下。然后大家就先等一下，会黑画面一下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部的死魂局再见，拜拜。